这是中秋节的礼物吗？是不是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哎，你这个真好真好，我先替你老爹谢谢你了哈，感谢小辈儿。你要和我阿姨搞对象？你要和我搞对象了？我先问一下你有多大了？今年多大？嗯，多大了？看我能接受不？先买再发，我要看发票。算了，那我觉得还是不买了。那家卖手机的要是没有发票怎么办？告诉我，要是买发票的话，得多给200块钱呢啊！天涯海角去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你们说是不是？哥哥我爱上我5岁。你呀5岁就算了哈，15岁我还能接受，5岁就算了，5岁别，你太小了，5岁怎么搞对象？15岁我还能接受，那啥都还没发育好，你们说不是吗？真的，一生总会有一次。